早上的时候，你就会给我口粮的时候，我下午说你会热的时候，欢迎来我们的浴室，那比冷气还要冷，真的。是我要睡浴室啊？没有啊，就叫你先哭的。来，洗澡。Oh, finally. Don't see camera. Boing, boing, boing.
从两年前开始有一点点的时候，每次你擦药，然后都包塑胶袋，我就已经再三跟你讲，安尼绝对是唔对的。啊，唔过你拢无咧信煞。真心不孤单，唔是唔是，你电脑咧困的时阵，我叫你唔通安尼包，你拢无咧听。你塑胶袋我拢用的，用的，伊讲拢无中着土。我就甲你讲，安尼唔对。可是，咱讲的是一摊。我甲你讲，安尼唔对，不是你想的安尼。代志不是你想的安尼，因为你讲的，不是因为伊用家囝弄的塑胶袋啊，等下你讲的塑胶袋有毒，你的毒素一定透过药产生一些不好的作用。可是不。对，你的可是就是错的。对，你拢安尼讲，对，我就是甲你讲，你拢安尼讲，你见到拢安尼甲我讲，这个是你自己要去承受的。我甲你讲，对，你无咧信道，啊，所以就安尼。我知，问题是你就是唔对，你现在。我现在是，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维他命 C， 我跟你说你要每天吃，你吃的那个是刚好的量，然后你有跟叶酸有隔开就好了。那你要吃不吃都是你自己决定，因为我不能够喂你。那我只是说那个量刚刚好。我喜欢的话，对啊，我就是说中安呢。对啊，我想，可是因为有当时你听无一定是全部的，无一定是完全对，而且你听是拢医生讲的。嘿，啊，所以你感觉一对，你着莫食袂好紧，啊，毋过啊，破病，莫食安尼。我讲痛，医生讲我毋食有臭。嘿，对对对，拢你拢看你要听啥的，拢会当。一定是在对牛弹琴啊，太好听了。Motors. Yes, for motors. So let's put it back. M7. So much 开心。GoPro.
What's next?